师傅出手，运气表演功夫，每日送上各位这份甜。踩一踩粉，做个水皮有皮，层层叠妥，再落个蛋浆。最爱嘅温度，要新鲜出炉，就焗到酥皮焦脆，黄蛋心到震。每个热度喷出幸福千里香，做最香香香香酥皮蛋挞，用最港港港式古传手法，人情味人弄食客，食那餐热自拍，系最香香香香酥皮蛋挞，系最港港港式诱惑靓挞。越少美人一个，随时能提神减压。一杯 milk tea， 绝衬新鲜 egg tart， 世上永远最登对味道。一间冰室聚了一班街坊，长情熟客有一位发哥，嫩滑嘅挞王像卜卜金黄。到下午三点三饮茶，大家别吃，定系话就散水离开请派饼。做最香香香香酥皮蛋挞，用最港港港式古传手法，人情味人弄食客，食那餐热自拍，系最香香香香酥皮蛋挞，系最港港港式诱惑靓挞，越少美人一个，随时能提神减压。一夜间，新北曼城临送别最后散水饼必吃。一夜间，天色转变，黄伟业、刘玛丽来约定重聚，某天见。蛋挞香不变，做最香香香香酥皮蛋挞，用最港港港式古传手法，曾同对离愁别绪，面对面一摊，从此分隔，在每一天一天太多挣扎，就咬一。新鲜快乐嘅挞，留低去做一个，令你窝一窝心每一个挞，微笑确幸一个，随时嚟甜一下。